西红柿、葱花、鸡蛋，撒芝麻，中小火煎至三面定型。煮熟的花生米加蒜片、青红椒、洋葱、香菜、香油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倒入一袋这个醋泡汁，把冷水下锅，加葱姜料酒去腥。天热不想吃饭，那么可以试试这个酸汤肉片，肉片嫩滑，汤酸开胃。煮开后放入喜欢吃的蔬菜，烫熟捞出垫在碗。过年你要是学会这个香酥土豆球、葱花、一袋酥肉脆皮粉，这是酥脆，随后在高油温复炸一遍，更加酥脆。这样做的土豆球外酥的，一定要学会这个卤加锅，加小鸟蛋、香菇、洋葱、葱姜，放一包这个调制好的卤肉，加木耳、洋葱、蒜末、小米辣、母牛肉，调味加生抽、陈醋、盐、鸡精、白糖、花生米、香菜。像我这样拌匀即可开吃，这样做的小凉菜一上桌就抢光了。金菇排骨鸡汤俘获了我女神的心，鸡、半斤排骨，用汤包，里面有八种食材，用温水泡几分钟了。炎热的夏天，赶快给它。如果你爱吃柠檬鸡爪。